新燃起天刀佩恩的巅峰时期。虽然说这个封印技能啊已经变成了燃病管，但是整他就完事了。哎呀，这家伙是粉丝，妈呀，这次是真是粉丝，我的天哪，我醉了，废了。上来之后人家不是打，给别人不一样，上来就在那送，这一看就是粉丝，我的妈呀，这家伙咋整，兄弟们，这个老屌他不简单，元飞阿斯玛手中拿，上来就跟我说了，哥哥我是你粉丝，你别打我，你说我该怎么整，老屌你这么玩就不行了呀。说实话兄弟们，我不能看别人给我发表情，一发表情啊我就慌，我就慌，光怕遇到粉丝。那人家这个你看，老屌是真脏，我这个老屌他是真的脏，他的名字叫做你元飞阿斯玛，他的名字叫做庸苏恩，你不能这样子，老屌真脏，老屌真脏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子？愿飞阿斯玛镰刀手中拿，你的头发带点拉。你看，真是粉丝兄弟们，人家连动一手都不带动的，一手都不动。我的天哪，你说这，咱把粉丝赢了，咱也不开心，但是你说输咱也不开心呐。所以说这都可纠结了，开打吧，哥们儿，又要送，开整，快点，开整。哎呀，还在那送，我的妈呀，别送了，哥哥，整会儿吧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真是醉了，我真的是。还要在这送，大家快看，还要送，我的妈呀，你别这样，哥们儿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真是打吧，狠下心，不是啊，在这打个屁啊，都不用打都赢了，好吗？这是粉丝，好吗，大哥？根本都不用打的了，根本都不用打，整得我是有点无奈，说实话，老屌真脏，新老天神，万寿天爷，新老天神。哎呀，你咋又来了呢，哥们儿？哎呀，他一直给我送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他老是想着，哎呀，他老是想让我打他。你看，这真是粉丝，我怎么动都要手呢，哥哥，我真的是。那这个狠下心，长点心吧。他不可能反杀，他的阵容其实我也并不怎么看的，不怎么看好他的阵容。说实话，大鲨鱼还要送吗？打一把吧，哥们儿，打一把。哎呀，我去，打一把，哥们儿，能不能打一把？你就说能不能打一把？快点。能不能搞一把，老屌？哎呀，快搞一把！行，你不搞是吧？你看我怎么摔你！行，停！我让你不听话，这种事都能吵起来，心智不成熟，什么东西？那这个养了一个鲨鱼，什么东西？怎么养了个鲨鱼？我们都是小组织好吗？天道佩恩！啊，气死我了，这个老屌！封住他了，给。他放不出来技能了，哎，你说这把这是白给咱也不开心呐，对不对？你看粉丝最后才动了一下手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我并不喜欢这样子的，好吗，大哥，我打就行了，你